杨丽的表演四项上已经结束。 四强二十赛之前，你的动作的引手在动作，大家看到，运动员在做引手的过程当中，仅仅很简单的流程，最简单的套路。那么他们两个人呢，已经进入到第二轮的进行角逐，胜者将进入第三轮冠军的争夺上。
在项目里有助交流大会当中，我们都很希望运动员之间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突破项目国际的交流，来提高自己的运动水平，同时进一步增强我们对其他家进行表演。那么比赛，它表演的动作，比赛的动作也是自选的动作。 观众朋友们都会看到，这个空手道体验与日本，你看现在很多欧洲的国家或者是美洲的国家的运动员，他们掌握了这些比赛的一些动作。那么特别是空手道非常有希望进入到2016年的这个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当中去。所以我们中华武术要进入奥运会的这个征程呢，我们想这个路还十分的漫长。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这个比赛的规程。 四大洲有75个国家以上的国家和运动员普及和开展这项运动，那么这一项目的进入奥运会的希望会大大的增加。 这个后，在大吼一声完了以后，四面八方各转一组拳，然后再来比这惊弓箭步。这个跟我们南拳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，在发力的击打。 观众朋友们，心中可以在心里边打一个分，到底谁胜？看看跟前半一样吗？